是频中正在陪主人玩跳绳的狗狗叫呆萌，它呆萌可爱，主人带它向亲生孩子一样，它也会陪主人爸爸妈妈玩游戏。它外出上街，总会受到朋友的围观。许多美女姐姐都喜欢它，主动要抱抱。呆萌最害怕的是打针，但是它可不是胆小鬼，它会赶走小偷，抢回妈妈的包包。它很会撒娇，外出不想走路，总是撒娇让爸爸妈妈抱。看到环卫阿姨扫垃圾，它也会主动的帮忙捡瓶子，真的是一只非常暖心的狗狗。